我现在有猫猫狗狗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有开一次直播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了。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空旷？这原本有一个斜坡被我铲平了，然后换成这个两座看起来很精致的农田啊。这个地的高度呢也被我统一了这样子，然后还有我还引了蜜蜂过来。哦，生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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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啊快逃啊快逃啊。然后再来有猫咪，我还用了那个制箭石，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，可以用木棍换绿宝石。我这里种很多竹子，因为竹子长得快，好取得，又可以做木棍，这资金周转的快啊。有装模组吗？算是有吧，但是都是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模组，像是这个 blur， 按选单的时候背景会模糊啊，还有一些动作模组，就是动作会比较流畅一点啊。收点算是一个模组吗？那今天呢，弄神板岩好吧，因为我们家的屋顶方块屋也够久了，走吧。呜呜呜呜，哎哎哎，哈！我现在有猫猫狗狗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哎哎哎哎哎！哎，身板岩挖一下。其实如果苦力怕是友好生物的话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我错了，哎哎哎，这上面就是我们下来的地方。我刚才是不是看到有东西在动？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先退一下好了。哎，下面好，真的超深的耶。哎，那里有钻石哎，那我们去那边好了。嘿嘿。Hello， 不要这样子靠近我啦。哦，六楼只在上面，他们是在对准我了。那我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转到哪里耶，有点可怕。在这附近对吧？哦 ，ouch！ 哦，哇哇哇哇哇哇！你冷静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尾巴下垂，感觉快挂了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他刚才被哭公是哎哎，猫、欸欸、咪。哦，我觉得他们先待在这好了。Let's go！ 哦，好危险，这洞窟好大哦，整个都是钟乳石洞哎。这个是，哎，哎，哎，是我想的那个吗？哎，是水晶洞，哇，今天很欧哎，哇、哦，这声音好好听哦，多挖一些，多挖一些，找到紫水晶和发光的 bingo， 那我打算去找紫水晶，然后再来找荧光莓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这里，我人生中第一颗钻石哎。有的，哇，两颗，哎、欸，有diamond的，不然我们先回去好了。我们今天就先逛到这里好了。更深的话，我们下一集再来。他在看我，哦，队长在那边呢。嗨，我是靠近他们就会射箭的是吗？哼，哼，哼哼哼，怎样？你们对我有意见吗？哎哎哎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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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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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狗狗不行，狗狗不行，狗狗死掉了 ，no， 它到现在都还没有名字哎。这屋顶哦，我应该不用盖那种太复杂的，毕竟我们也就一个方块而已。然后我这屋顶是怎么盖的、啊？好像会凸起来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记得我好像会稍微垫高一下，是这样吧？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这样盖。然后羊毛呢，就是给我堵在这个地方用的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差这几个，可恶！哪里还有深板岩啊？我不想再去那个洞窟了。哎、欸，这有一个好深的洞。哎、欸，这个有深板岩哎、欸。啊，走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这个是，这里有废矿哎。哎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家楼下是个废矿哎。那所以这张地图到底在欧什么？有了，我们家的阁楼盖好了。OK， 截图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封面图啊。这村民真的好烦哦，他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啊？他一直采收我的马铃薯哎、欸，嘿、hey ，不要跟我抢马铃薯，你这个坏农夫。
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一下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。那不要忘记开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接受最新的发片通知。我是金宇，我们下次直播见喽，大家拜拜。